庆鸿机电以创新研发，在非传统加工领域耕耘，发展出适合后疫情时代的自动化功能，为全台放电加工机龙头，强调智慧与精密兼具的产品表现，要抢占精密加工设备全球商机。王晨宏总经理指出，台湾具备地理位置、供应链及优秀专业人才的发展优势，应善用优势并进行创新研发，也因为秉持这样的理念，让公司在各项竞赛当中获奖连连，成绩斐然。这都是因为重视关键技术人才养成，让庆鸿屡屡创下佳绩。获得这个人才，当然一定要给予他一个平台啊，就一个舞台，能够有所发挥。其实最怕的是，这个人才进来找不到他的舞台，没有发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我们对待这些新的人才啊，我不是把他用所谓的这个员工来看待，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合作的伙伴，他是我们的 partner， 在庆鸿这样的一个企业一个平台里面，大家一起来并肩作战，一起来这个合作发展，一起来成长。掌握人才是庆鸿机电永续经营的核心理念，以往都是透过报纸以及网络刊登被动式的招募人才，在经济部工业局的协助下，将被动转为主动，与各学校进行产学合作，让学生快速地融入企业，埋下人才的种子，并将产学合作经验发展独有的人才孕育模式。这些产学合作进来的学生大概占我们整个企业人数的10%左右，那这样的新人进来之后呢，在在职期间呢，我们也透过目前在推广的证照制度，训练我们的在职员工，强化他们的技能。员工考到证照之后呢，我们公司呢也提供这个证照津贴，让员工为自己加薪，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双赢局面。那我在大三的时候参加公司跟学校合办的人才扎根计划，那老师会在课后的时间为我们学生上一些有关业界的专业知识，让我们在大四的时候进入职场可以有一定的基准水平。在这期间，公司也安排了许多专业的证照课程，培育专业的人才，使我们的技术更加的提升。最开心的事情是从实习到正职，这一路走来也受过很多前辈的指导，那也很感谢他们，那也谢谢庆鸿机电以及产学合作计划，让我体验不一样的职业生涯。工业局为了加速智慧化发展，串联机械工会推动产学合作，企业可依产业人才需求结合大学院校，加强跨领域人才培育，在学期间培养学生从接触、认识到了解，进而愿意投入产业，将专业知识和实务连结，促使学生毕业后能成为企业及战力人才。好人才就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不二法门，工业局推动的智慧机械产学合作计划就是一个帮助企业找到好人才的一个计划。我们计划扮演像媒人的角色，让企业跟学生来约会，通过约会让彼此了解，彼此相知相惜，牵手走下去。庆鸿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透过工业局的产学合作计划，庆鸿牵手了修品科大、中央等学校，提供学生们还没有毕业就可以到企业进行实作训练，让学生跟庆鸿开始擦出互动的火花。那我是在107年度的时候参加了工业局、庆鸿以及修品科大的产学合作计划案，那当时呢，我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到公司来做实习，那到现在成为了正式员工。在学校学的比较是理论与知识那方面的，在学期间也安排了我们去参观几间优秀的公司，所以对职场产生了好奇。我当初是带着一个非常紧张的心情来报到的，不过还好的是我的组长有告诉我，这里面其实已经有几位来实习，然后毕业之后有继续留任的学长，那学长也会带领我去认识其他的师傅啊，或
或是细心而且相当有耐心的教导我工作上的细节。师傅们都很愿意把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之外呢，也让我了解到说品质不是验出来的，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个零件一个产品它背后的设计的概念以及制造的过程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经过这段过程的洗礼之后呢，让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面向去看待我们公司的产品，那分析品质，累积经验。那未来呢，我也期许自己能够持续学习，那有朝一日成为专业的 QC 工程师。最后我要感谢庆鸿机电让我有这个学习的场所，那对于未来的职场不会感到害怕，因为这里面的同仁们都很帮助我，而且互相合作，让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台湾工具机的 CP 值在全球已有不错的口碑，全球出口排名第四，仅次于德国、日本，产值更是全世界第七名。庆鸿的愿景是致力成为非传统加工技术解决方案的国际级领导品牌，同时也不只是庆鸿，也希望在国家的品牌力都能够提升，然后一起跃上这个国际的舞台。